哎，Hello Hello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那我们是那个美商安泰克公司。那我们今天我们是一间电源供应器还有 case 的一个品牌厂。那可能各位对安泰克可能有点陌生。那其实我们安泰克早在1986年，然后在美国创立。然后各位要注意听一下，因为我今天会送一些赠品。那直接送美女。对。哇！我靠！哎，你这样来，他们都只拍这边，不拍我这边的。旁边啊。我离远一点。可以镇静一点。哎，要拍照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趁现在。都不要紧啊。哎 ，OK， 那等一下我会就是问一些小问题，那基本上我会送四个赠品，那答案就隐藏在我现在讲的对话当中。那其实答问题都很简单，那大概各位可以仔细听一下。那我们在1986年，然后我们在美国矽谷创立，我们在总公司在美国。那其实老板是台湾人。那我们现在在美国、日本、澳洲都是第一大品牌。然后不管是电源供应器或 case 都是。那我们现在返回来进攻台湾市场，尤其是中国大陆。然后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排到前三名了。OK， 那其实现在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下，现在我们 Antec 其实做了很多世界第一独创的一些专利的技术跟产品，然后不管是模组化线材的电源，然后或是那个 PWM 的控制，然后跟现在全世界第一款模组化的 case， 基本上这款 case 你可以整个拆开变成一块一块的，因为它的零件总共有250几个配件，加上140几个螺丝，然后所组成起来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模组化的 case。因为你们应该没有看过一个 case 可以从头到尾整个拆开，就整个拆掉，再整个再装回去的。然后这比较特殊的是，有兴趣的人可以上来前面看一下。那我们的这个硬碟架的这种设计是很特殊，一种类似弹簧式的支撑，叫做 air mounting。那基本上这可以让你的硬碟可以固定。OK， 我第一个问题， Antec 是几年创立的？哎，这个超快，这个超快。1986。对 ，OK。小屁。哎，这位先生怎么称呼啊？对不对？哦，姓蔡吗？对，那你有没有对那个安泰克有没有一些基本的关系？因为搞不好，如果人真的很多人想要，我们还可以加嘛，好，我们有多带一些东西啦。那对，我们可能看情况，可能晚一点我们还会加嘛，对啊。但因为现在人潮有点少了，感觉加嘛没什么意思。真的，现场的朋友们不要害羞，来这边。哎，我们家要不要直接用抽了？好，等一下会用抽的，对。我们家还要抽的，但是有机会加嘛，对啊。但是希望大家可以热烈一点，好不好？那你有没有对安泰克店有没有什么比较基本的东西？来，过来欢迎。因为我平常就有那个看吧，过来控制住，过来。副业，所以有时候那个对，所以那个有时候客户我都会推荐他们，这样子也觉得比较稳。所以你觉得哪一家的 case 跟 power 最好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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